子如何刷牙哦。所以我们先开始的那一个方法就是转圆圈的方法，你可以学习转圆圈吗 ？Junius 跟 Joy， 我们做 round circle round 就是 circle 的意思。circle 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的就是转圆圈的方法，就是牙龈牙齿转圆圈嘛。所以小孩子也可以先自己做。所以自己做的话，我们就用娃娃啦。怎样帮牙齿刷牙？转圆圈，转圆圈 ，OK。然后这个也是转圆圈，明白吗 ？OK， 可以转圆圈，转圆圈 ，OK， 再转圆圈，转圆圈，这里前面呢，这样子上来，喂，狗狗，一下子，哦，等一下你坐你那边先，这样子上 ，OK， 小孩子可以自己刷牙，他刷牙方法也是用转圆圈的方法，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转圆圈 ，Junius。听到这个吗？转圆圈，知道吗？好，叫你转转看，嘴巴开一点点，转转看，怎样转？对，牙龈牙齿，什么是牙龈牙齿 ？Gum teeth, gum teeth， 牙龈牙齿，牙龈牙齿。你可以发觉到，当牙刷太大的时候，小孩子刚才刷牙的时候，他都很喜欢抓在这个上面，意思是说，其实牙刷不可以太大只哦，这样他不会真正的抓在把柄哦，明白吗？不过这只是给他来吃饭的关系，所以不用紧。如果是真正自己的牙刷的话，就不要了。好，转圆圈哈，牙龈牙齿，牙龈牙齿，牙龈牙齿。OK， what about the front? Sit beside here. Sit beside here. OK， 这样子弄上来，看到吗 ？OK， 弄上来。好，平常如果小孩子有去诊所去帮这些娃娃刷牙的话，通常他在家里就会开始觉得其实刷牙其实还是蛮好玩的，所以建议爸爸妈妈可以带他们去牙医诊所那边，让牙医教你们如何刷牙，然后过后呢，他们就可以在家里开开心心的刷牙啦。好啦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